接新娘回来了。老公，没得空给他。什么装备？金铺米匠，竹笋发蛋。东部下来，富士一百是全城大街，日全国两百万。这里准备摆桌子，他们吃饭都是这样的，然后中间加一个火炉，上面是那个炖锅吃火锅的牛杂牛肉火锅。哇，这一大锅牛肉，他们这里就是盛到这个锅里，然后就是火锅，牛肉火锅，这就是牛肉、牛杂、牛皮、豆腐、蘸水，撒点调料，这是味精，然后再撒上他们这个辣椒，这个字的辣椒酱，辣椒酱，自己做的，哇。这个蒸多长时间？一个小时，然后一个托盘摆两个吧。这里是准备肉，猪肉、牛肉、牛杂，就是那种嘛，是涮火锅用。要弄到里面去蒸。在这里，就是放到这个里面用碗，一个一个的蒸，用这么一个一个摆到碗里啊。就是摆盘嘛，拼盘嘛。摆在里面再蒸就行。这是鸡蛋饼，里面搁肉，裹起来。鸡蛋肉，鸡蛋卷，这么一起完。啊，拉了，没得好水。然后再蒸，这是肉丸子。这是调蘸水，给我们放好了，你再拍照。切放味精，切放味精，再放那个热汤吗？蘸水是吧？嗯。把这米干干了，他们盐放的好多啊。啊。哦，你也是打工。烫手啊！拿点豆子来个。
大餐来了，这丸子是搁里边的，是吧？都是搁里面的。你坐哪里？坐这里是吧？哦，坐哪儿都行。你哪天不严厉推荐？准备。对，你放在那儿。我还吃的花了，准备。哇。你也是金牌子吗？打磨啥？啊，不打你嘛。